论杨幂做代言人可以敬业到什么程度？烧水，烧水呀！怎么会这个年代有人看？多温馨啊！带点酒劲儿，因为买了水啊，九阳的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么高端啊！这个又够了，这是爸爸家的车，难怪这么高。爸爸对，粉红色哎，爸爸呀，爸爸对，上面还有个小钻石。对啊对啊，那是真钻，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来对吧？孙俪她老公跟她求婚的时候也是。他们说为什么他的口红不沾杯？我家，因为我用的当然是雅诗兰黛的口红。是我跟你说，他的口红不是不沾杯，是他吃东西是非常非常的精致。他口红沾杯，因为他的管上就已经有口红了。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的。这不是你，这是我的。对，那是我涂的血。就是咳刚咳嗽的血，对对对，因为雅诗兰黛口红不会沾杯的。为啥我爸搁外边喝酒就随便光膀子，我不穿个内衣，我妈就跟我干架？那你在你这个年纪去关注这些约定俗成的事情，未必一定有道理。我觉得他很勇敢，很厉害。但之所以我没有给喜欢，是因为我有内衣代言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为什么完美女孩的自拍永远都是半张脸？有神秘感。神秘感。对。所以有没有半张脸自拍的秘籍可以教一教我？不就遮上半张脸不就行了吗？那我们遮就很丑啊。为什么你拍的就很好看呢？就没有秘诀吗？人美是吗？这个答案真的是让这个话题进行不下去。可以用我们的快手的一些小表情啊。对。本来是想 Q 这个，对不对？